捷令股成立30年前的1988年6月12号，那一年的四月，文心商办了第九届的舞蹈节，主题九舞是陈辉崇老师建议的。那我跟陈老师都是工委会成员，那我们两个人有个共识，必须把这个舞蹈节做得像过节一样的丰富。精彩，所以我们合作主题曲，那这个主题曲就是起舞，可是除了这个主题曲，我们还想做更多的东西，所以我就设计了9个鼓的这个开幕仪式，配这个歌曲，从那边就是第一次接触到，超过1个的鼓所产生的这样的效果。那九五之后呢，在短短的1个月里面，20捷令鼓这样的一个构想，就变得非常立体，很清晰的轮廓。那我就问陈辉忠老师，他能不能够来训练带一支这样的鼓队？当时也没有其他人可能做这个事情。那我跟陈辉忠老师会做这些东西，是因为在之前，从1986年。1987年的中秋圆舞晚会，还有87年引进的这个船灯，这使到我们对过节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打造产生了很大的共识。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梦想，去打造一个新的鼓乐的表演形式。来强化我们的过节文化的时候呢，几乎2个人的默契是完全没有差异的，所以也就很快的得到新山中华工会，还有五班会馆的支持，在6月12号，就在罗浮古庙，把24个节气，南方的诗鼓和这个书法艺术结合起来。一个前所未有的表演形态，就因此诞生了。欢迎大家在今晚出席由本校华文学会举办的24捷令鼓鼓动人心的访谈。我是今晚的司仪张伟芳。Hello，大家好，我是今晚的司仪叶松林。今晚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来自节奏感乐团的两位非常优秀的教练来到这里，为我们解释一下马来西亚的中华传统文化24捷令鼓。今晚我们的嘉宾之一是唐永豪教练。唐教练于2016年创立节奏感打击乐学院，并在2018年开设节奏感打击乐学院。该院为马来西亚首间开创传统打击乐专业文凭的学校。之前，他曾担任鼓手和教练，也到过各地演出和教导24捷令鼓，教学经验丰富。尽管到各中小学教导24捷令鼓是节奏感乐团的主要收入，但开办打击乐学院才是唐教练的心血。唐教练和节奏感团队的队员之一杨洪森教练，也到全马推广24捷令鼓活动，包括开办体验班、工作坊、比赛等，足迹不仅跨越东西马，甚至远到中国湖南、贵州、广西等地。那现在我们将会播放一段来自节奏感乐团的一小段影片，请大家欣赏。
节奏感乐团是运用多种敲击乐器结成的。刚刚在影片里面就有出现一个类似碟子的乐器，那这个乐器呢是节奏感乐团目前推广的，叫做手碟乐器。事不宜迟，让我们请我们的唐教练和杨教练吧。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杨教练好，两位司仪好，大家晚安，我是永豪。大家好。谢谢你们。对，好，我想先提醒在线上看直播的朋友们呢，如果有什么问题想问两位教练的，记得打在 chat box， 在过后的观众提问环节呢，我们就会把你的问题给念出来。在访谈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是会给各位出席者出席连接的，所以记得留守到最后哦。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访谈环节啦。想请问一下唐永豪唐教练哦，还有杨洪森杨教练，对你们你们是怎样进入鼓队的呢？然后再接触到24节令鼓的，是有什么机缘巧合下吗？唐教练你先说。哎，我先说，不仅我觉得我先给杨教练说，因为我觉得杨教练的经验还特别，蛮不错的。我先给杨教练讲，教练你讲一下。洪森教练，好的，谢谢教练。那我觉得，正如唐教练所说的，我的经历确实是比较特殊一点的，因为其实这个节令鼓呢，刚刚你的这个播放的影片，它都有强调了，它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但是呢，我在接触这个打鼓文化的时候呢，我是从中国开始的，这个是我觉得我最不一样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当年，也就是十年前啊，差不多透露了年龄 ，OK， 就刚好出到中国去读大学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在这一个来自福建的华侨大学啊，那是我的母校，我就在那边认识了我的学长姐，然后呢就开始了，刚好那边有一个鼓队嘛，所以就在那边加入了那一支鼓队。刚好那一支鼓队呢也是全中国第一支节令鼓队，那也是目前吧是全世界最大的鼓队，因为它的鼓队呢其实有300人，对，那这一个状况其实在马来西亚是比较少见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在异乡接触了马来西亚的文化，所以当你在异乡你看到马来西亚人你会特别亲切，你会想跟他打招呼。同样的，当我在异乡听到这个节令鼓的时候呢，他也让我有特别亲切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的一起读书的小伙伴，我们就一起在这条路上推广这个文化。所以当我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就真的是特别珍惜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在外国都可以这样活了，那身为马来西亚的人，那我应该要让这个文化更活，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比较不一样的经历。那我觉得基于中华文化的这个准备，那我现在就把这一个唐教练的经历 pass 给唐教练，叫他告诉我们。所以你觉得就是年纪上应该是有很大的差距了，我跟杨教练其实我们都很年轻了，我可以告诉大家打鼓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运动，然后我们都会活得很年轻，因为已经是很老了。有了接触节令鼓应该是大概25年的一个历史了，所以节令鼓1988年，我是1990年，所以我是1996年，所以其实是8年过后我就接触节令鼓，那时候也是觉得节令鼓就像是一个学会吧，就像你们华文学会、醒狮学会打鼓，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初一吧，我 form one 是打节令鼓的，但是在我1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打西洋鼓，就是什么班恰拉干嘛，就是军鼓，一边走一边打鼓一边走这样子，所以变成我也有参加，你也有参加哦。因为对，就讲说这样的，就对古乐我觉得也没有抱太多的个希望啦，反正就是觉得喜欢打鼓，然后就去了中学，刚好学校有一个鼓队，也不懂什么是24节令鼓，那时候太早了，只知道很帅，就24个男生，以前的节令鼓非常少女生，也许是我的学校吧，以前我们的鼓队我还记得只有一位女生，她是超帅的，因为所有男生里面当中是有一位女生，所以那时候打鼓大家我觉得就很特别啊，
然后又有喊声，又有动作，然后就那时候就很单纯在打鼓，就觉得哎很特别，然后就进了接硬鼓了，然后那时候一直是打鼓打到毕业了，确实打鼓就进了一件很帅的事情。嗯，确实是很帅一件事情。如果你看，因为我觉得小曼老师刚才已经讲了，它是一个由24个人一起共同演绎的一个东西，它是基本上在马来西亚当时1988年它创造了一个很真是很振奋人心，就跟今天的主题一样鼓动人心一个想法。那时候24个人一起打着同一种鼓，然后有24颗大鼓的时候，它的表演形式非常震撼，有一种震撼着我们中华灵魂的心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太多东西可以分享，但是我觉得接下去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接灵鼓的后期的一些故事吧。哦，好的，好，那我再想继续问唐教练哈，对你来说24接灵鼓最迷人的地方是哪里呢？嗯，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可以24个人都在打着同一个节奏，在打着同一个节奏的时候哦，他的力量是非常强大，所有人都会目光注射在这一群人身上，然后这一群人他很像是我们讲说去上战场打仗的时候，所以大家为了一个使命，军事会讲说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但是这24个鼓手就是说我们把最好的精神最好的鼓乐呈现给所有台下的观众，所有支持所有喜欢接灵鼓的人，所以24接灵鼓鼓手哦，他是最迷人的地方，就是24个人做出一样东西，这一个东西就是最迷人的。对了，好，谢谢唐教练。嗯，那我想问一下杨教练哦，谢谢。嗯，以前鼓队的形式和现在其实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吗？那我觉得如果对比来说其实有差别，就很像现在的手机跟以前的电话大哥大肯定是差别特别大嘛。那我基本上我这边是能把它归类为四个阶段接灵鼓的表演形式。那最早的接灵鼓的表演形式呢，它其实就是类似是一个宗教仪式吧，或者是开幕典礼，好像华人会办的活动，新年会有舞狮舞龙 ，OK。当有舞狮舞龙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有鼓声。那时候的鼓是配角。后来接灵鼓产生了过后呢，华人就会请这些接灵鼓去到了这些活动做表演，包括文化节啊，包括开幕典礼啊之类的。后来慢慢的，因为接灵鼓它是从校园开始，它从学校开始，这个是它不一样的地方哦。所以慢慢的，这个接灵鼓呢，他开始不在户外表演了，他走进了校园，在学校的礼堂表演，所以就很像你们的这个 Desa Berdana 的这个鼓队，那他们也是有表演这样子。再慢慢的，这些鼓手就好像唐教练他们那一辈的人，他们毕业了过后呢，他们就有一个执着，对，他们就觉得打鼓是我的生命，打鼓是我的使命，所以他们就直接的把它当作是职业。所以唐教练他所加入的那一个前期他所加入的手机团呢，就是全马来西亚的第一支专业鼓团。所以他们在这个鼓团里面呢，他们就把接灵鼓从校园文化带到了剧场文化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转变。那所以就三个阶段了嘛，就是户外的文化、校园的表演形式，再转移到了专业剧场。可是来到了2020年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新冠肺炎。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为什么可以同框，并不是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直播室，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网络，有 Facebook 的直播。所以我就觉得它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表演形式，那就是线上的表演形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四个阶段。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接灵鼓经过我的观察这样来看呢，它是有四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户外的表演形式，这是最早的。再来深根于校园，有观摩会的形式。再来由唐教练他们那一批的鼓手，他们努力的把这个鼓艺文化推到这个专业的这个剧场去，最后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21世纪2021年，他走入了线上。所以这个是我的观察。 OK， 希望有解答到你的问题。
好，谢谢杨教练。如果你是刚刚加入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呢，我们现场呢有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唐永豪唐教练，而另外一位呢是杨洪森杨教练。刚刚呢二位教练已经跟我们提到了24节令鼓呢，其实它的那个精神呢是在于24个人同时打着一个节奏，它就好像是一个使命感一样，是一个很像一个光一样，就是好像是一个发光的地方，让人家会觉得好有使命感，就对。然后刚刚呢就是跟杨洪森教练刚刚已经跟我们提到了，鼓队的形式呢的变化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其实是从宗教，就像一个宗教仪式，然后鼓呢就是成为配角，然后过后就成立了24节令鼓嘛，就变成了在文化节表演啊之类的。再慢慢的就24节令鼓更加的推广了，然后就走进了校园，走进了校园就模式已经更强大更加辉煌。然后呢现在因为疫情影响嘛，24节令鼓呢的那些专访啊就只能走到线上，这个呢可能是一个蛮大的改变。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有请技术组来为我们播放节奏感的影片，让大家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节奏感乐团。从五官感觉到无关感觉是节奏感打击乐团的核心理念。节奏感成立于2016年，现有三位全职和18位半职团员。本团的主要发展着重于教育推广和表演艺术，现指导是五所中小学以及20所来自中国地区小学的24节令鼓队，同时也在积极培训更多教练，一同推广24节令鼓以及世界打击乐文化。2018年成立节奏感打击乐学院，是马来西亚首间以考获打击乐文凭的技术学院为学习基础。节奏感于2017年举办第一场专场演出，名为《风起声动》，同时也到过韩国、印度、台湾以及中国多个地方演出。态度是一切根源，这是节奏感一直提倡的鼓手思想，唯有自我觉醒，鼓手才能永续的前进。司仪的麦好像没有开，所以伟芳的麦没有开。哦，好的，不好意思。相信大家看了这个影片也觉得很震撼。那么呢，现在的中学其实也有鼓队的。那请问唐教练，您是怎么看待中学的鼓团呢？我觉得当然是节令鼓，刚杨教练已经讲了，从最早期它比较偏向宗教一种文化的形式发展。当然所谓的宗教文化形式发展，就是说它很常在庙宇，在一些宗教还是庙会上面演出，比较偏向华人的一种形式啦。它从那个时候都是中学的，中学因为中学比较有体魄嘛，要打鼓要搬鼓等等，所以中学的那个时候一开始，然后同样一个时期就是中学生他比较有纪律，所以他的发展会比较快速。所以那个时候1988年的推广到现在，基本上马来西亚最少有300多所鼓队吧，如果没有记错啦，可能当然是数字可能有调整啊，大部分都是中学鼓队了。但是后期哦，也要发展到很好，变成是华人的文化的时候哦，小学的鼓队也上来了，然后小学的鼓队也不输中学，所以早期是独中比较多鼓队，然后就到小学，然后现在慢慢的国中学校也开始认同了24节令鼓这个文化，
然后你可以看到国中开始有啊捷灵鼓队，比方说芙蓉的美华国中，包括你们学校的德沙的学校，所以我觉得这个改编是好，然后但是我觉得也非常棒的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会珍惜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华文化的一个东西这样子了。好的，那杨教练您怎么看呢？中学鼓团就像刚才唐教练讲的，我觉得如果相比中学小学再到大学的话，中学其实他的身体啊，对，他比小学生成熟嘛。那再来中学生呢，他其实也是处在一个服从的一个过程哦，因为他们的思想还没有萌芽到一个阶段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教练有比较系统的去培训这些鼓手的话呢，我相信中学的这一个发挥会更大，因为他的身体他慢慢成长，对啊，他从13岁到18岁这个过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成长期来的，所以无论是身心无论是技术他都可以达到顶点。所以我觉得捷灵鼓为什么早期从中学开始，我相信就是这个缘由。而且中学呢华文读种就有60间了，然后这个古艺文化早期就是在这个华文独宗的氛围下传递出去的，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它离不开华人的这些华人的努力，所以这个是1980年代的那时候的氛围了。可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到它不只是华人在打的，当中就像我们去年我们去教这个 Desabdana 的这个鼓队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我要用马来语教，这是我第一次的一个体验这样子，然后呢我会教印度朋友，然后又教马来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在你们的学校体验到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已经开始跨族群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要在这个方面继续加油的地方，所以希望有解答到你的问题啦。哦，好的，那么我想问唐教练，你以前管理中学鼓团和现在管理的差别是什么？以前跟现在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现在的中学生的思想比较灵活，又或者说现在的中学生他的创作能力他所看的东西很多很快，以前的就比较单纯，就是说你做一他就做一、哦、你做二他就不会做三这样子，但是他们的服从性是非常高。但是现在的中学生包括小学生都好、哦、他会挑战你，他说教练我可以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吗？比方说我可以做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突破性的就是说他们会很想去寻找更多的元素来去激发他们的创作，所以我觉得某时候他会很好的想法，然后同时也激发我们身为教练的一些创作跟教学，所以我觉得两者相比来讲的话，现在的中学生比较爱玩吧，比较灵活这样子的。以前也很好啊，以前是非常好的，现在也很好，还是有差别的，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因为您也是专业的，那我想要问，就是你处理中学鼓团和专业鼓团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所谓的专业就是你要把大，就是说专业的这个字的定义就是你要把你的大部分的时间，比方说我们一天有24个小时，你可能需要用上8个小时去做同样一件事情，你才能够讲说它是专业。你可能要花上4个小时练习打鼓，2个小时练习写谱，或者是2个小时听歌去思考创作，你都完全投入在一个领域，我觉得那个才是专业。当然你要一个中学生去每一天8个小时去做这个东西的话，它是很难，因为它还要读书。所以它的差别就是专业所做出来的成熟度远比中学生的成熟度很高，但是我觉得它两者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大家用多少时间去探讨一件事情而已。我觉得如果他学生他有办法，也不是说一定要 achieve 到8个小时，他有办法每一天都沉溺在这个所谓的打鼓敲击乐，他以后也会慢慢走向去专业。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 put 多少 effort 在一个东西里面，他才 so called 把它变成是所谓的专业这样子的。我觉得
时间是一个告诉你的一个结果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做这个东西的话，你就没办法讲是专业了。我只能讲，所以也没有太过 harsh 的去讲，你没有用这个时间去做，你就不是专业，没有啦。我觉得现在最重要就是说，你专心去做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慢慢的你就会走向专业。好的，那杨教练，你又怎么认为呢？处理中学和专业有什么样的差别？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像唐教练所讲的咯，时间的投入是必须的。对，那中学生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校园化，对啊，就是一个兴趣班，所以我们不能说他们是专业的。对，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一个兴趣的启蒙，对啊，所以呢，当你毕业了过后，可能你就是想做一个你很喜欢做的事，那你就会加入鼓团的，你再慢慢走向的专业。所以其实还是一个过程啊，就是不能比，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比较的过程，它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你先有兴趣，你得到了这个思想的启蒙，你喜欢了这个东西，等到了你毕了业，然后呢刚好你的身心灵也就得到了这一个成长的时候，你再走去专业。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纵向的过程。对，如果要比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没办法比嘛，因为职业鼓手呢，他们肯定是当做是他们的工作在做了。那校园鼓手的话，他们可能一个星期才练一天啊，所以没法比。所以，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哦，就像我刚讲的，从中小学你培养这个兴趣，再到你以后毕了业出了社会，那你想投入艺术的时候呢，你再慢慢的走向专业。所以这个是我对于你刚刚所说的中学鼓队跟这一个专业鼓团的这一个看法，这样子。好的。因为你们两个都说就是要慢慢来，要需要时间才可以达到一个专业。那么我想请问杨教练，你觉得中学鼓团可以去到什么阶段？可以去到专业阶段吗？可以啊，你看，如果你们有稍微关注，就是从2010年开始的这些，马来西亚的这一个全国赛，对，基本上呢，它是开放的年龄是给13岁到25岁，对啊，但是基本上呢，获奖的都是中学鼓队啊，所以他们都已经可以走到了这个顶点了，所以我觉得只要你肯花时间去练的话，肯定没有问题啊，对啊，再加上有教练的这个思想的指导，再加上学生肯练，我相信他肯定能达到技术的顶峰，走到全国冠军的这个路上。确实，走到只要努力呢，就一定会有成果的。对，唐教练他本身就是也是有训练了好几批，就是全国冠军，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问题你可能可以问他，看看鼓手能走到多远，因为他确实有达到了那个顶点了。唐教练已经是专业的，所以你觉得可以去到专业的阶段吗？时间吧，就是说刚才杨教练已经讲了，你其实做很多东西都是时间，如果只要你肯花上时间，然后用心跟专心的去做这个东西的话，你一定就可以做到专业，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专业就等于时间。所以我觉得鼓手无论任何一间学校都好，如果他们肯花时间在他们的基本功，这是第一点，基本功。第二点就是说配合学校的配合，还有教练上的一个配合，他就有办法走到更加成熟。我倒不喜欢用专业这个字了，我比较想说就是用更加成熟的一个学校鼓团，因为他除了是技术上的成熟，他也是他的行政上，他将去处理跟管理整群鼓队鼓手，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相辅相成，只要大家把事情解决了，时间增加了，所有东西它就会慢慢走向成熟度。因为对我讲说不可以用专业这两个字去涵盖现在的鼓队了，反正我觉得是成熟。鼓队越长久或者是打得越久的鼓队哦，他们成熟度就越高。虽然每一年可能会有更替啦，可能3年一个交换，因为高三或者是 form 5的学生毕业的，然后 form 1 form 2慢慢再上来，他都会有一个交替的一个时间点，但是他讲交替都好哦，还是系统能够成熟到
把他们继续保持他们的水准。所以我觉得还是时间吧，一刻度时间，成熟度就等于时间。好的，谢谢两位教练。那么你们理想中的中学鼓团要有什么样的模式或者是什么样的活动？就有请唐教练先回答吧。嗯，我觉得主要就是说理想中的，我觉得鼓队他要每年都要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比方说校庆的活动也好，比赛也好，校内的一个审核也好，鼓队本身自己要设立一些活动，这样子他才有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这、就是我这样子来看待啦。嗯，杨教练呢，你觉得？那我觉得首先这一个鼓队呢，他一定要有自发性哦。对，所以他例如他就是他们可以自己的去搞活动，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成熟度了。如果一个中学鼓队呢，他的所有的活动呢，他都是要由这一个顾问老师去带的话，我觉得这个鼓队其实也不能成熟到哪里去。所以这个是第一点，他在行政上他们要慢慢的走向独立。那第二点呢，就是就像唐教练刚有说的，就是我觉得可以慢慢的培养这些中学生，让他们自主的去做创作。可能我们可以帮创作营，把原本这个鼓队呢有40人的鼓队呢，我们把它分成四个组，对，我们就用颜色去做区分，可能这一组是红组、蓝组、绿组、黄组，我们给他们个别去做创作。对，我觉得慢慢的让学生他们可以自己的去搞活动，然后呢自己也去做这个作品的创作，然后再来做队内的良性竞争。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中学鼓队呢他应该要走向的一个面貌。再慢慢的四个队伍队内赛比了过后呢，选一个最优秀的出来，再慢慢的精进化那个作品，再把它送去比赛。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中学生还要有的一个面貌，这是我憧憬着以后有中学队伍的时候我想要做到的一个目标。好的，谢谢两位教练。嗯，那么你们训练中学鼓团的宗旨和目的又是什么？唐教练先回答吧。主要当然是我们讲说杰林鼓1988年成立到现在，它就是代表这个中华人的一个文化。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象征着马来西亚的一个文化。所以我觉得我们扮演的一个角色，对吗？我们那个问题是扮演的角色嘛？好，就是说我们就是怎样去把这个马来西亚文化推广到拓展到让全世界都了解，因为世界有太多打击乐的，这样到底马来西亚的打击乐有什么特别？马来西亚有马来人的打击乐，有印度人的打击乐，有我们华人形式的打击乐。所以1988年出现的24杰林鼓，它我觉得它慢慢的有一个地位，就想说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24杰林鼓的一个打击乐文化。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个想法了。好的，那杨教练呢？哎，那我觉得这个你是说教练扮演的一个角色吗？还是什么别的问题？就是训练中学鼓团的目的，为什么要训练呢？那当然就是要推广了，这个是必然的一件事。那有了这个东西呢，那一定要有一些推手去做推广，那这些推手就是教练。那刚好这个杰林鼓呢，它已经是被这个国家遗产局承认了嘛，所以我觉得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更重，不只是要在华人的群体推广，我们也要慢慢的让它推广到各族去。就很像刚刚永豪教练就讲了，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打击乐这样多，有马来鼓啊、印度鼓啊之类的，可是为什么马来鼓跟印度鼓他们可以深入民心呢？因为他们已经做到了，可是杰林鼓还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让，不只是让华人看到杰林鼓，我们还要让友族也可以接触。所以刚好这个平台就是很好的一个推广。对，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这一个鼓艺文化推广到各个族群去，各个族群的中学去。因为马来西亚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来讲，华人也只是20多%，对，所以其实我们的推广的力度远远不够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加强的地方。
好的，谢谢两位教练。两位教练都是很强调的，就是需要时间。所以观众们，如果你们对二十四节令鼓有兴趣的话，趁现在就去进你们学校的二十四节令鼓的社团。那么呢，其实我们的学校也有鼓团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本校鼓团练习时的影片吧。Thank you.
哇哦，刚刚的影片是不是非常精彩呢？但其实刚刚的影片呢是在疫情之前拍摄的。那现在受疫情影响嘛，想问一下唐教练啊，教练目前本身的发展有没有考虑转型啊之类的呢？有啊，我们都在转型啊，我们转线上的教学，因为其实很重要啦，因为虽然我们不能够做实体的一个教学，但是我们还继续保持线上，只是有些人会觉得到底线上能不能够打鼓啊，线上要怎么打鼓啊，大家都充满疑问，但是其实是可以的，只是效果当然不会像是实体这个样子吧，就是说像实体课来的这么好玩，来的这么容易，但线上它还是有它特别之处，虽然它有挑战。如果你想问我会不会转型做其他东西呢，当然是不会去转型做其他东西，因为我觉得很难得人生能够找到一个你很喜欢的一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要继续做下去？疫情只是很短暂罢了，我觉得太多事情我们太多事情面对的时候哦，也不会因为这个小事情而去被打败了，因为我们喜欢的是打鼓。如果你问我会不会转行啦 ，OK， 只是转型的话，可能我会变成从实体变线上，就这样两个一个想法咯。好的，谢谢唐教练。在疫情下，每个人真的很不容易。那杨教练，我想请问你啊，您希望未来24节令鼓呢，是往怎样的方向去发展的？怎样的方向呢？未来其实很辽阔耶，对。所以其实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个节令鼓它可以走得更远的，对。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去勾勒出它一个画面，我们只能去先一步一步的走，对，就很像在九月份呢，这个马来西亚的二十四节令鼓协会，他们就开始办了第三季的这一个教练班，对啊，这么要办教练班，因为节令鼓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教练，对啊，就很像我们在学校上课，那我们最重要引导我们的就是老师，那老师要培训，同样的教练也要培训，所以呢，我是觉得。慢慢的它是一步一步来的，首先我们先去培训这批教练，包括我本身我要培训，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能自满，就很像一杯水一样，对啊，如果你觉得满了你就 stop 了，你就不会再走得更远，对，人真的是要不断的进步，对对对，所以这个道理也是唐教练教我的，他就叫我说你看我现在打了20多年了，我还在继续学习，那你才打10年，你怎么能自满呢？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精神力其实是影响我蛮深的，对，所以我就觉得慢慢来吧，我们先培训了这批教练过后呢，让他们有思想的启蒙，然后再来慢慢的出一些书，出一些教材啊，出一些专书，让这个节令鼓他不再只是单单表演罢了，他应该是要更多更多的这个愿景啊，例如可能走去学术界，对，慢慢的有不同的学术的机构认可了这个节令鼓过，我们再把节令鼓带到世界去，因为节令鼓其实是能申请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可是还有很长的一条路，所以我们需要再加油，那如果今天我们把节令鼓带到了这一个 UNESCO 联合国去的话，那就不再只是马来西亚的文化了，它就真的是全世界通往国际，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努力的地方，所以唐教练会加油，我也会跟随他的脚步继续加油，把教育做好。
好，谢谢杨教练。好，现在已经访谈呢已经结束了，不是结束，就是在现在已经到了观众的提问环节。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观众有疑问，其中一个说，这段疫情之间古团有过什么表演吗？比如线上的表演，唐教练。这个疫情期间哦，全部东西都是线上吧，因为我们不能够实体，因为我们也要保护大家了。其实说真说老实一句，都会有啊，我们会有线上的比赛。就去年说吧，我们就办了一个小学的线上比赛，这个是应该是历史吧，因为我们历史以来首创的就是线上比赛，因为以前我们都不可能会做线上比赛，我们能做实体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做线上，还尤其是小学的，那时候觉得反应还不错，小学生的一个创作能力还特别，也还很奇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是疫情教会了，给了我们很多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所以都是在做线上的活动比较多了，实体就没办法了，教课也好，演出也好。然后今年我们节奏感也会做一个团内的，就是说我们旗下的小学和中学，我们都会做一个像是毕业典礼吧，就是说因为我们不能够实体打鼓嘛，我们就全部人在线上，所有学校参与，然后我们就会在线上颁奖，然后给最佳学生、最佳鼓队等等的一个东西，以示鼓励，然后我们再来拍一个毕业照，像是一个结音鼓的一个毕业照样子，让大家有个很好的一个回忆吧。能做的我们都在做着啦，所以其实也不会说全部得停止这样子吧，还是可以做到。好的，那么其他呢有什么问题想问吗？文熙问，骨会重吗？这样文熙应该是，文熙是小学生吧，如果是对于小学生的话是很重的。对于成年人应该不会吧，应该是啊，对于女生打鼓，对于女生打鼓看法，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个人认为啦，我看女生打鼓比男生打鼓好看。像我这种可以打吗？确实，可以打吗？每一个人都可以打鼓，对于我们的鼓手来讲，对于所有人来讲，打鼓是最简单不过了。只要你有心跳那一刻开始哦，你就可以继续打鼓。所以我觉得女生打鼓是她承载了刚啊，对，她刚柔并重的。男生只有一股刚，他没有柔。你讲他柔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不好看。但是女生做到柔的时候啊，是天经地义。但是她做刚的时候啊，你觉得哇，太帅了这个女生。所以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当然，我觉得女生打鼓她是有那个姿态在那边，确实是好看的。所以我觉得。后期鼓队哦，跟学校中学鼓队、小学鼓队都好，专业鼓团都好，都是很多女生参与的，它不再是一个是男生的一个活动这样子。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差别啊？有一个问题是讲什么？哦，太古，其实太古有什么差别？哇，很有深度啊！太古是日本人的一个古乐文化，节令鼓是一个马来西亚古乐文化，两者不一样就是国度不一样。当然是太古它的这个传统文化已经是很久了，节令鼓才一个33年，所以基本上两者都是属于国家的一个文化体制下所产生的一个东西。当然我觉得更多的是表现出国土民情的一个东西。还有24节令鼓的精神。哎，对，但是太古如果讲精神的话哦，太古的精神特别特别好，就好像日本人在做事情的细腻度，然后他们的专注度，我觉得这个是世界公认的啦。日本人做事情的公认细腻度跟那个专注度，所以他们打太古，他们比较多着重于古乐的发展，力度展现的美。节令鼓的发展比较在于就是视觉上的一个花俏。
然后在一个节奏上的一个丰富，所以它两者是不一样的一个古乐呈现方式了。对，有一位观众说古法不同，味道不一样。来，教练，杨教练，你讲。这一个李祖仪的问题是吗？没有，古法不同啊，那个味道不一样啊。他是说那个二十四个人是吗？是不是一定要二十四个人打的、是吗？是这个问题吗？对。Okay, 刚刚有一个问题，二十四节定鼓一定要二十四个人打吗？那如果是以比赛的形式的话，我是觉得有这个必要性啊，因为比赛嘛，我们都说是二十四节定鼓了，当然是希望每一个节气都能表现出来嘛。因为创办人他在创办的时候呢，他就有说嘛，我希望给这个节令鼓来一个特殊的数字，那就是二十四，因为要跟二十四节气做结合，所以这个是创办人的一个思维，他希望是二十四个人打了。但是我们也要跟现实做考量，对，例如我们今天去 shopping mall 表演，但是那个舞台不够大的话，我们就真的一定要用二十四个人吗？我们就可以比较灵活的去处理这个东西。所以很像我们节奏感的表演的话，我们觉得我们也是很灵活的。我们有五个人的曲目，我们有十个人、十二个人曲目都有。但是我们会说我们是群鼓啦，我们不说我们是节令鼓。对，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节奏感的鼓手二十四个人上到台，然后呢我们都一起打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节令鼓。对，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那我们要灵活，跟我们做人一样。对，所以就是如果是正式的比赛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二十四节令鼓，因为是二十四个人一起打嘛。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就去到了外面的商场，我们就随机应变吧。这其实就跟我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穷者变，变者通。希望有解答到这个问题。杨教练有线上表演吗？表演吗？期待十二月十二号我们的这一个直播，就是节奏感的一个线上的一个演奏会，那就是股东大会，在十二月十二号。那中国的这一个淘宝是十二月十二号双十二节，我们刚好是在那一天做线上的表演，我应该会有表演的，可能台湾教练也有，所以期待。对，你们来看就好了。对，好好。节令鼓可以跟其他鼓一起演奏吗？比如马来鼓、公棒。早期的节令鼓是没有的，就是纯粹就是广东式鼓。但是后期因为它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它也可以融入。但是主要还是以节令鼓为主，还是可以的，因为反正世界鼓乐都是一家人嘛，算是可以被接纳的。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三大民族，包括友族、原住民，我们都是互相接纳。所以它是可以的，是没有违和感的，这个是没问题的。还有问题吗？有个很长的问题。我们学校的鼓队有 YouTube channel 吗？有，刚刚已经有写在留言区了，你们去滑上去看。教练认为有一个朋友说，气势和节奏哪一个更重要？如果两个无法同时掌握，是不是把其中一个练到极致会更好些？东西不能够偏重，我只能够讲说，你不能够讲说我把气势练得很好，然后节奏就放一旁；你不能够把说节奏练得很好，然后把气势放一旁。所以这个东西。这个说最重要就是说，我们站在台上打鼓，你最重要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东西，这两个东西都是相辅相成，你没有办法同时掌握的话，你就唯有用时间去练好它，你再上台。对于我来讲是这样子，你不能够讲说上台过后我就先把鼓打好，我就不理我的形象，这样子观众是不会看你表演的 ，OK。然后你想说我上台，我把我形象弄得很好，但是我打得很烂。这样子我如果是一个观众，我要再看看你在台上看哪一个，观众不会告诉你说啊，你做到
打鼓很好，你样子很烂就 OK， 不会的，观众只会跟你讲说，嗯，你继续加油吧。所以我对我来讲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如果你没有办法两个掌握好，这样子你就练好它，用时间，这样就 OK 了。这两个东西不能够分开，这两个东西一定要共存。身为一个鼓手，不能，你不能够说只着重外表不着重技术，你只着重技术不着重外表，这个是没有的 say 妥协的，我觉得是这样子了。24节令鼓会有什么年龄限制的吗？会不会自小学习比较容易上手呢？确实，小孩子学东西是最快的，所以如果一个小学生他由小打鼓打到大的话，我相信他未来的路就会走向专业。任何一样事情都是从小开始学习，因为小孩子是最天真最单纯，没有太多杂念，他们的时间如果他喜欢上打鼓的话，他就会一直保持。所以我觉得没有年龄限制的，只要你开始，你就小孩子是最好最好学习的一个开始。筋骨啊，筋骨是比较说是那种唱戏的吧，筋骨这个又不一样，这个是一个不同古乐，这个是属于比较中国或者是明打式的一种方式。所以当然是他对外讲说，任何一个古乐你从小开始练习就是最最好的一个东西。当然每一个鼓有他每一个鼓的那个学习的一个技巧，所以当然是小的鼓他的掌握又不一样，不是说大的鼓比较好打还是小的鼓比较难打，不是，每个鼓都有它的难跟需要注意的一个重点。所以对于我来讲说一样的，你要花时间，这样子咯，小孩子是最适合打鼓的。所以你家有小孩小朋友啊，你的弟弟啊妹妹啊，他们开始学鼓，请找我们，他会喜欢上打鼓，真的。嗯，因为我们在中国都有教小学，我们在中国教的小学都很开心。哦，静豪啊，静豪是鼓队队员啊，他是打鼓的啊。打鼓能够去到世界舞台，肯定可以的。我从以前我小学打鼓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我会站在世界舞台，然后到现在，我很怀念我坐飞机的时候，虽然讲话有点骄傲啦。我在2019年之前都一直在飞，直到2019年过后 COVID 我就不能够飞了。所以我在2019年之前一直飞去全世界，飞去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演出，不同地方的教课。所以我觉得打鼓是一个很好的前途，因为你可以看世界，你除了可以做你喜欢的东西，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才会发觉到我们有多么这个渺小。所以我回答你这句问题是，打鼓可以去到世界舞台，这是 confirm 100%。嗯，还有什么问题吗？谢谢大家咯。对于国中的节令鼓团队未来有什么看法？杨教练你讲吧。我觉得首先要有像你们的老师这样子的人哦，对啊，像这一个立茂老师，对啊，就是因为他们，因为这老师他很热情哎，所以才慢慢的促成这个鼓队，才慢慢打动了我，还有唐教练才愿意借了这一批鼓给他们，到现在，然后呢，也有这个线上的活动，本来什么都没有的，一切归于零，但是因为有老师的努力了，所以慢慢的我们才可以看到有一个雏形。我们不能说它已经完整了，因为它还要时间去积累。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后这个节令鼓要在国中做推广的话，首先老师扮演这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如果今天没有像立茂老师这样有热情，对于这个中华鼓乐这样有热情的人出现的话，我相信他很难在国中去推动。那再来第二点，刚好天时地利人和是非常重要的，刚好立茂老师遇到了一个校长，你们的校长哦，就是那一个虽然他是一个马来校长，但是这个校长呢，我们也有跟他们见过面，我们也发现
这个校长他对于异族的接受度很大，所以我觉得校长的这一个开放度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要是有了力棒的老师，再加上呢有这样开放度很足够的一个校长，思维够足够的校长的话，我觉得这个杰林谷在国中的推广他肯定会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两种人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都是国中杰林谷的伯乐，我应该这么说。所以我期许你们的谷队越来越好，在疫情中一定会的，一定会的。相信大家也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在结束整个活动之前，两位教练有什么想要总结的吗？主要我觉得是在这个时段吧，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是最艰难的时段。我总觉得每一个时段都是给着我们学习成长的一个机会。如果没有了这个时间，我们都不会有这个线上的一个活动，我们大家都不会习惯上网课做线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要每一个 moment 啊，你都要有个感谢。我们想说感谢所有的人事物教会我们的一个成长吧。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自己是最 worst 或者最糟糕，因为还有很多东西等着我们去尝试跟挑战。所以我当然是感谢两位师姨今天的一个表现啊，或者是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去跟大家在这个空中对谈谈谈跟杰林谷这个东西。当然我觉得很多东西要珍惜啦，我觉得我们难得能够这样子去聊，因为毕竟我们相距太远的年纪可能太远了，也不懂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缘分我们可以这样去讲。当然我希望可以让更多年轻的马来西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这个24杰林谷文化，然后真正的去看待本土生产。大家要记得马来西亚24杰林谷这个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文化，它不是任何中国台湾日本。所以我觉得这个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在做这本土的一个品牌，所以这个是大家我觉得我们一起去维护它守护它，这样子我们以后就能够很更加骄傲的属于马来西亚自己的一个文化产品。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鼓励跟加油啦。对，好，谢谢唐教练。现在鼓动人心的访谈已经到了尾声，非常感谢唐教练和杨教练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来担任我们这一次的访谈嘉宾，也非常感谢各位筹委会和技术人员，大家辛苦了。我们的技术组呢已经把出席的连接放在了 chat box， 过后呢我们就会把证书发去你的邮箱。我们的访谈到这里结束啦，感谢各位出席，大家 stay home stay safe， 我们有缘再见，大家再见，再见大家。